好，现在双方先撤按钮，那又有一批啊，装二批。这边还是 BO2 哦，啊 BO3 哦，这边还是 BO3 哦。你要车按键哦。哎，车按键，车按键，车按键，哎。好，那现在是应该是。他们测一下按钮啊，大家稍等一下。Belia versus Beelzebub。Believe in victory. Battle one. Engage.好，现在测按键，然后两边要正式开打比赛。好，那右楼选一样选那个比例哦。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壮哥的八步，这对决其实八步在逃跑方逃跑或反抗方面，其实比很多角色好很多了。第一个他有瞬移嘛，然后再来就他有空中撞，还有他有吼，然后他的吼有分轻中，就是轻重跟中时间不一样，对。好，比赛开始。又一样去哦，这个二 A 是抓哦，这应该是爆发，哎，这也是爆发吗？好，这刚刚气功爆发哦，那个好，那现在是阿壮压先磨鞋 DH， 哇，这个急哦，抓巨，对，因为哦被防后，因为其实上一版的八步他走路速很慢哦，那这版是要改快一点的。但还是因为刚刚还是抓太早。好，那现在阿壮还有点血量，还有一点血量。哦，摔结尾，那又算准哦。那个连段刚打完，会剩下一个生死折打摔的血量。这其实也是很多进那个没有指令头或是中下耳的角色，在对对方的血量判断，其实也可以往这方面走。后面也是要，但是这边拼一个，后面打到，哇，这个爆发哦，这个应该是想要 DH 而已。好，弄倒，因为刚刚技能都在 CD， 好漂亮哦。那阿壮选择按回去，因为壮哥本来是主力打，在遇到虚命这种情况，他不会有那个像快打玩家会有。想要解摔的，好，那右先拿一场，所以我想等一下，右头应该会直接放弃虚弥这个东西，而且打八步其实虚弥有点危险，那可能会被撞，那撞被撞基本上挡住也是蛮亏的。好，那阿壮要跳，哇，这个被抓到，这个就是比利一个很强的地方，他远距对上判定很高，所以就算你跳起来，你可能也是空中中，然后被拉下来打连端。好，那这样好像去咯，应该是去了。好，那到右赛点。好，我们帮壮哥加油一下啊、哦！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哦，对，这对决其实是真的蛮能打的。啊，可惜这个没有反应到。这个当真漂亮。好，那比那个刚又推开一点，想要反后，漂亮的队员去对策。
还有机会吗？优柔这种是中生龙、啊。对，中正龙他想要防 hold， 然后顺便正的。然后如果对方如果 hold 的话，就是会被脆板。然后挡住基本上也是比列正。好，那还有一次哦。好，应该带大绝。带大绝。对，然后再折一次生死折。不过应该不会选择太贴近，因为，因为那个哦带走了，果然是指定头啊。对，好，那又二比零，因为其实八步是有。无敌指令头的，对对，但是刚看又也不想防了，因为刚刚的血量如果中了也不会怎么中了的话，基本上八步就难赢，就没有机会逆转了。来，魔王跟贪吃，魔王跟贪吃。好，现在是魔王打贪吃哦。那看魔王，两边先测按钮。那这对决基本上就是从游戏发售以来就一直是，菲利不利哦。对，一直以来都是菲利不利。然后到这一版，因为豆丁强化，菲利弱化就变得更不利了。对对。所以魔王这一场其实会有一点辛苦啊，看魔王会不会换角色哦、喔。如果没有换的话，就表示魔王可能对自己打豆丁的对策有信心。但是如果他选择换角色，可能会选梅吧？卡罗跟梅提亚都不错。对，因为其实卡罗跟梅提亚都可以打豆丁的。严格来讲，可能梅提亚好一点哦、喔。好，两边先测按钮。聊天室吗？没有，没事，没事，没事。像之前蓝斯打豆丁也应该蛮辛苦的。蓝斯打豆丁，最早是说豆丁可能有利啦，不过现在就是后来就不是很确定了。对。那我是看 Skoa 跟卡米吉，就是日本算很强的豆丁，有输有赢了，所以也是不确定的。这对决其实，这游戏其实很多对决就是。小不利，小不利都还是可以打，甚至连菲利打豆丁基本上也是可以打。真的要说很不能打的对决是之前的汉女打菲利不能打，不太能打。那个。我们先两位玩家确认一下，因为他们可能没有要试按钮，就直接开始了。对，那马龙开始打了。对，那没关系。好，我们就中间看一下。然后这版菲利强化也是强化了，就是他二一四 H 变挡住变成正的，就算他发生变班，但是他现在变挡住正的，好漂亮的空对空。好，乱动。白鬼突入，哇，又是空对空。好，那他是选择凹。那这一版的那个圣剑基本上被好确反了。它发生时间应该是一样的。发生，对，好像变慢，没有，这版变慢，有变慢，对对对，这版变慢，所以起身用轻攻击按，基本上就比较不容易被那个。对，因为之前按轻攻击也会被大棒打。对，很容易被大棒打到。好凹确反啊，可惜没确好啊。不过这一版也是那个后被改弱一点了，就是不会推那么远，就变比较好确反。刚刚是魔王没有确好，蛮可惜的。好，被喷中断，后面没打到，后面没打到，不过也是扣不少。那现在是魔王有力，好力也去，好先推远，啊来不及举啊，可惜没有没弄倒，选择不弄倒，想要继续压吗？好，那魔王选择跳走，不过被拉下来。一个解摔，好，四六撞到可能就有机会赢。
哇，这跑步一摔，两边都有点抖。好，弄倒盖脑，那魔王会凹吗？魔王选择速点。进来了啊！不过刚刚可惜哦，刚刚应该直接按就好。刚刚对，刚刚应该直接远按确吧就赢，还被插不？这插到虽然是正，但是没办法连断。啊！又跑过来摔。哎、哇，这个最强多折哦，握手多折，握手多折。对，看到就想要握回去哦。好，一比零。要记得最强多的就是好好前面握手。好，还是推远啊！这个是魔王想要 pose 六吗？好，那现在是他现在是贪吃的回合哦。哇，这个没压好，有机会啊！还是想要打乱这个后摔，再一次，有点可惜，没打到。好的，魔王被压在角落。好，这也是这版强化点哦。就如果以前中近距离基本上就是飞利只能一直挡，或者就是按二 U 推开，但是这版因为可以空插，对，所以对方如果想要打低姿势的东西，可能会被打到。好，不错，可以插。好，贪吃拿回一层一个灯。好，他过来说 IP 跳手。好，这个偷到了齁，不过因为刚刚北流他没有四六撞了，所以魔王偷积极他也不好确反。好，这个装进来，装进来魔鞋四六二一线，那魔王也是到角落去。哇，这个也是选择想要偷齁，一直想要偷 dash 摔齁。魔王这边很有可能。哇，这好确认。确认对，可以连断吗？可以，那带走。好，这边魔王的赛点啊。有的我就在后面说魔王做坏了。好，好对空。哇，这个太糟了。太糟了，太糟了。对，很急了，想要在还没发生或者发生以后穿过去。这边更要保持冷静啊。对，哇，这个魔王也没对好啊，可惜没连断。可惜没连到。好，那现在是魔王小高什么赛节，刚好盆中断、哎，哇，这个就是菲利还是强哦，这个线上线下都一样哦，这个就是看不见。好，那我们恭喜魔王晋级二比零。哇，这 Yoro 在后面又在说靠角色啊，对，又一直讲靠角色。好，来大叔卡比，充满怨念的背后灵。哎，背后脸了，背后脸了。好，现在大叔打卡比，卡比。大叔帮我登一批。啊，等一下要是不是都要跟我讲哦。试完讲一下好了。试完麻烦讲一下。好，他们是按钮啊，大家稍等一下。
两边测完按钮了，那比赛正式开始了。那卡比央选卡罗，那这对决就是基本上是卡罗非常难打的对决哦。虽然上次瑞局是一语杀掉库珀，但是那看起来就是库珀不是很擅长打哦。就卡罗要打赢比利的话，基本上就是不能让卡就是力回要做到让比利非常难进来哦。但是这对于比利的 JH 跟气功来讲是很困难的。好，大叔选的是比利，卡比选的是卡罗。哦，再加上那个卡罗是没有无敌技能，所以很难跑出去。好，那大叔先选择，哇，这个直接插 暗森龙，哇，这个很拼哦，哇，这可惜连都没接完，不要在空中走了。对，好，那啊，可惜没确认，蛮可惜的，抓太少，大叔是有点紧张吗？卡比做一个好判断哦，先退到陷阱旁边，这样的话就不会，这样就不好跳，哇，就刚一直 counter。哦，大叔带走了吗？好，带走了。因为刚刚去牙齿用二 U 接那个秦月阳其实是最好的。对，就很痛，就是比利 H 接二 U 更痛。漂亮的确认。哦，陷阱。大叔先削一个进攻。哇，漂亮的局啊，可惜。那个卡罗的陷阱还是死定哦，所以刚没办法接连段。对，好，先把比利压到角落，戳到了，带连段机会啊，可惜没有。换边了哦，对，换边了，因为刚好换边，有点可惜，有点衰哦。哦，这个要是哎，真的要反应很好，这边直接带解放，这个血量就剩下一个摔的血量。对，剩下一个摔的血量，那要拆最后一次了。怎么办呢？把这个清理一下。哎呀，可惜卡比想要用瞬移跑出去哦，但是因为瞬移没有无敌哦，发生要有点时间。好，大叔先取了一胜。哇，这个有点很凶哦，一直凶，对，一直远去。因为其实远 H 第二下挡完应该是不会，对，但是也没法去，对，但是也没法去，然后你就要选择到底要不要按回去，对，因为你按回去可能也被他吼，所以就蛮麻烦的。好，这场很快哦，那大叔赛点，那个指令头真的非常快，对，这个有时候你看到那指令头想把它按掉，你还是被他摔哦，特别是线上，对，比较好的还是跳走或者直接一开始就知道把它按掉。看到这暗沉，我还是很容易被摔掉。这判定其实还蛮强。好的，大叔把线都清完了，不过被六三打飞。那两边进入远距离回，举得漂亮啊！可惜这也是卡罗蛮弱的地方。就第二局如果举得太远的话，你的陷阱是打不到对方的。漂亮的逆向 edge counter 啊！可惜太晚了，等一下我还没诊断。我没关系，因为。血量领先，但是因为是比例哦，所以你可能还是一瞬间就被翻盘。对，哇，被虚弥了。这血量大概剩一毛吧。这个没有什么扶正，其实哇，真的很痛。然后呢，现在是哇被直接投，可惜差一点点。好，那我们恭喜大叔晋级。逆游跟糖分，逆游第一批吗？逆游选一批。两边先测按钮。
色们，好。等下都建议耳机戴着啊。Matera.Port Breeze. Percival versus. 好，两位玩家撤下按钮，大家稍等一下。现在是胜部吗？现在是败部哦。Believe in victory. Battle one. Engage. Hola. Look at me, team. Me, team. Into all of them.比赛正式开始哦，现在才要开始比赛，哎、欸，不用急，刚刚在测按钮。哦，这对决，就是上一季炎帝最强的时候，其实打媒体啦，媒体还很能打，接近五波、哦。那这一版就是因为炎帝被改弱，所以整体来讲应该是媒体啦稍微占一点优势哦。啊 ，Neo 的炎帝，对 Neo 旁边的宫女，看 Neo 有办法进去哦。如果没有办法进去的话，就是很容易被唐芬射到动不了。Believe in victory. Battle one. Engage. 好，这边唐芬选择一开始就先拉距离了。对，因为其实这距离。炎帝也没什么事可以做啊，老实讲，对，上一版也是这样。气功也因为炎帝气功虽然很强，但是强的压制哦，在对射上面其实因为发射很慢，再加上这版炎帝的气功也被改弱了。然后呢，他们跳进来，多折吗？多折哦，这是不小心自己跳到角落啊。对，不过危险。宫女这角落基本上进角落也还是蛮有机会出去的、哦，如果对手压制不要太强，好、哦、漂亮，一个电摔，电摔打中段。指令头很凶，好弄倒。不过这样还有两轮吧。选择机器啊，对。好牵制。好，那逆游再找机会。不过今天逆游血量领先很多，所以其实他也不是很急的，这样时间所剩不多。然后他们的血量有点少，有点危险。对，就是可能被戳到，或是被划、被砍到一下力也就是。好，这边哇，这个极热想要解摔。对。还一比零。Battle two, engage。好，先小跳，没有局。好，先补一个，那个刚刚前场的时候刚好中小跳。好，这有点危险，但是我直接选择 hold 掉。再骗一次，第二次没有成功。好，闪掉、哦，刚刚有接雀反、哦。刚刚那个其实炎帝的猎具控制以后硬是很大。多折，哇，这上一版就很凶的多折，跳尾流，然后折猎具或者是指令头。好，弄倒，折下段被挡住了。先滑倒，好，猎具打乱洞。哇，这是喷直接。他可能是猜，对他可能是猜唐分要二眼以后射气功，因为宫女那个 H 气功其实蛮强的，那挡住也是宫女整的，然后射到就会倒。那个可能你有想要一口气把想要穿气功，我以为小跳穿过去了，对，这个应该结束了。好，来，现在一比一。Battle three, engage.
滑雷，滑雷被雀伐，开镜会被雀伐，有点近。开场滑有点危险，对，很危险。因为硬直又打，对，而且回馈其实不好、不过现在优势在逆游这边，那逆游一样选择就是，如果。一样是进去了，我想解摔哦。这个其实蛮容易让人家想要看到想要解。好多折，哇，这个想要防hold，对，刚刚二有二没有出弓箭，那是比较在想要防hold。正的，这样，哇，这想要乱动，乱动。逆友一比零，好，逆友先拿下一个胜场。宫女虽然这版打炎帝不错，但是因为这角色其实蛮难练的，他很多判断的。对。哇，这个是你有想要举吗？然后刚好因为炎帝比较高，所以提早打到。然后那唐芬继续牵制。啊，第三次，但是就是没扛到，把他摔回角落。好，想办法压，但是这边没有打完。哦，漂亮的穿气功，直接穿气功哦。哦，这个太痛了，这个真的很痛哦。这个二楼主扫蹲姿是可以成段的。对。好，那现在是逆游的赛点。好，这个猜到。可能猜逆友想要集文章，那就先去把他打掉。漂亮挡好，现在就没有解摔了。一个文集火，对，一个文章才有连段。不过刚刚其实可以借 H 升龙啊，但是可能逆友想要稳一点。现在逆友没有文章哦，打到不够近是没有连段。好，那也就逆友先补个文章，冲过去滑嘞。唐飞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摔，啊，这边这次真的选择摔哦，然后被解掉，解掉了。好漂亮，漂亮的对空哦。唐飞有点危险，对，这血量，哎，这个也是来击挡，啊，可惜没血反啊，这应该紧张吗？太可惜了。对，真的可惜，我刚刚应该解放位就死了。不过唐妹有机会。蝴蝶啊靠！蝴蝶早用掉了，蝴蝶用掉不行。哎呀，漂亮，对，漂亮对空。好，先扳回一场。好，持续远距离的一次射箭。对，不过因为宫女的射箭风熊可以挡，就是来以对空来讲的话，如果对方没有出招，说实在是没有什么办，没有就只是把他对方压下来了。对。啊，这边你有被压到角落，但是不跳出来啊，这个压的有点太晚了，可惜哎。好，好的，刚是连续震哦，那个气功。我这边你有血量很危险，不过现在领先那么多，基本上。炎帝很难逆转，对，保持距离慢慢拉。不过，而且江宁现在没有文章，看宁要集文章，可是他怕被集的都被射到。我两个偷袭一个，这个刚用掉这集的，好，稍到有机会进去了。好，这个乱动，好，那先强鞋，来，已经锁定到吗？啊、有锁定到，那就比较痛。宫女的血量很少，所以比较少，所以他就进到蓝血。这个远距离的，哇，这个被雀斑啊，可惜打点太高，打点太高了，对，太可惜哦。现在一比一，宫女跟这个游戏基本上宫女跟菲利是血最少的角色，对，两只都只有9500，这游戏基本是1万。好，这边敲到，漂亮，中段被挡住。啊，这个其实凹了一下，其实梅迪拉力 H， 然后再补一个连段，其实再补一剪，那真的蛮痛的。那立维来讲，一格一格在掉。一次把文章集要满。好的，
你也要找机会进去。我被那个鱼锅，被蝴蝶鱼锅打。对，然后攻击也没有判定，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其实梅西压力还是蛮强。顶头大打，顶头带选择带红，那这样就生死格了。哇，这个乱动被盖到脑，应该是乱动。没有挡，应该可能跳吧，因为没有扛到，嘿，很想要跳。来，你有赛点。有积极多者，不被 hold 掉。跳啊，可惜，晚了一点。这一版梅吉拉也是小跳被改弱一点了，就是可以小跳以后可以取消招式那个基本技的动作，那个时间变往后延。插合跳进去，多者。哦，不管你，我就是要吼。我、哦、又跳进来。哦，这个反应很快哦，很快。不过也是前面唐妹用太多次了，这个就是会等。我、哦、想要骗摔，然后唐妹把对方拉下来打连段，好，成功摔。生死折。哇，这个很衰哦，这个没有连段就反而变不正气。好，那。两边都进入被打就死的状态。哎呀，好，那两边都赛点。尼基拉小跳其实可以跳过很多角色的地面的那种中原招，那个 M 跟 H 都有机会跳过去。扣击三个火，就是普通摔解掉。持续拉近，哇！这猜对方想要那个弓箭的，有点喷的太早了。对，一口气就想要，他想要一口气决胜负，挖到，好漂亮的确认。不过因为刚刚因为梅蒂亚没有升龙哦，所以他刚刚也可能选择不知道什么，对，就先对，就只能先选择后闪，不然的话也没要选，也没要提，也没要挡。这也是两边血量很接近，对，这也是没有升龙角色相杀以后有点弱势的地方。对，这个有点太痛了，太痛了，对，现在很危险了。看你会不会确认奥义哦，打到直接死。好，那这样的话看起来唐飞有机会。哎，弄倒。可惜啊。哦，两边都已经就很危险哦。一起圈。到底最后是谁？神秘友似乎在找一个机会。哇，被蝴蝶放出来哦！在哇！好，那我们恭喜唐分晋级。我们恭喜唐分晋级。对，抢二，抢二，抢二。来，阿壮真大叔。阿壮一瓶。Belia. Port Breeze. Beelzebub versus Belia.
Believe in victory. Battle one. Engage.啊，他们在试按钮啊，大家稍等一下啊。好，那比赛现在开始哦。那就阿壮是比列嘛，然后大叔是不，阿壮是八部，然后打大叔比列。Character select. Beelzebub, Belia. 我今天角色的出现率还 OK 啦，哦，大概只有比列有重复而已。今天只有两个用比列哦。对，嗯。Beelzebub versus Belia.其实角色蛮平均的了，嗯，对，今天角色还算蛮平均的。Believe in victory. Battle one. Engage. 好，比赛开始。哇，开场就直接丢气功，啊，不过被阿布的瞬移却绑了。哇，这打到中刀，哇，这边直接吼，直接吼，哇，这踩的有点高，不过他撞蛮可惜没确板，因为这个时候如果把八步压在角落的话，要稍微提防一下瞬移，瞬移跟撞哦，对对，还有吼，这八步其实抗压手段蛮多的，带走了吗？这个乱动。糟糕，应该是直接带走了。調子出ないな。理解したか。己の脆弱さ。Battle two. 来，现在一比零。八部的二 N 一样欺负人，就是其实他二 N 也是很快，所以他也是那种对方孙子也是可以二流二二 N 成段的角色。主帅。哇，这个阿壮一直在防大叔二 N 以后按力 H， 所以他又他二 N 挡完到一定距离会后手。对，但是因为现在已经游戏出就是比列出一段时间，所以一直用这个其实对方也会反制哦。对对，就大部分的比列也开始会反制这些东西。好的，阿壮下角落，哇，这喷招，对，可能是想要单舔吧。叶子玩直接摔，好，那拆边对，哇，这大叔跟他拼了，人家力 H， 而且大叔有确认到打到空中哦。好，气功牵制，那阿壮猜大叔再丢一次气功，想要用瞬移却反，撞到正的压制气功。啊，可惜阿壮没有 hold 掉，这也是就是八步打比列蛮强的地方，就很多角色气功会被当成雀反，但是八步只要稍微有一点距离，那气功就是没法雀反。这边只一投出来哦，大叔的回合，但是被一个被轰，被轰，哇，这个被踩到手，有点衰，哇，雀反，两边很激战，对，两边有来有往，这边被刮。会不会喷出升龙？这其实就是可以看，就是哇，漂亮的对空，有办法带走吗？哦，还差一点点，真的痛啊！真的是差一点点。哇，这个在磨鞋，空中撞，哇，这个就是，这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八部我们算很强的角色，因为就算他不想要冒风险责任，但是他还是可以，只要按照基本技就可以直接刮哦。那他的刮基本上是没有风险的。对，那对方又有压力哦，因为他越刮越远，他可能又开始丢气功作业。好，漂亮的防到神龙，神龙，哇，这个长度很痛，这个惩罚，对，将近三分之一的惩罚。啊，第二下康道带走了吗？还是带走了？哦，因为第二下康道停住了。连大叔反悔一场。
哎呀，好久不见，米帕出现。好，米帕没来山上也蛮可惜的。对啊，对啊。说米帕最近还有在玩新角色玩卡罗。我在期待你的音配，音配的音配，对对。这边大树石树呀，月阳接个升龙。哇，指令头这个能反应，对，这个是最早是小物在用的样子，对，然后大家都有样学样，那真的难防，就算在线下还是不好反应。中段斩到，来一个跳，哇又吼，对，哇这个就跑出去了，这就是对，这就是八步很强的地方哦。哇打正面，哇这个啊可惜，阿卓没有确认 CD， 哇这个也没确认，对，那个 Uro 看了在后面摇摇头。哇，镜头阿可太高，高打点，啊、对，刚刚一阵混乱。对，好，那大叔搬回一城，刚刚可惜啊、哦。对，那个又一直希望那个比耶输掉，他才可以抢比耶没那么强。但是他的比耶他不能输掉的。对。哎呀，镜头。啊，那边阿庄要稍微小心点哦。哦阿庄选择哦，解说看准哦。不然就是要，哇，这个爆招了，这个应该是想要二一死。对，其实这一版爆招状况还是蛮严重的，因为他其实官方已经有做一些对调整，但是今天的比赛大家还在各种爆招。哇哟，哇这个哇哇，这个有点捡到钱啊。对，这个送钱哦，这个。不过现在，哦，好像带走了。对，这个就是比例强的地方哦。就算没有大，就算奥义用掉，但是场中还是有一定的伤害。好，这边大叔的赛点，开场一个順，可惜没确认，没确认，拿到蹲姿，哇，哇這個、不管你直接 hold 啦，对，先 hold 再说。哇，可惜就是后闪，那个直接挡会比较好，对，那个直接 hold 掉比较好，因为你后闪他你是负的，对，对，那个后闪其实没有好处。好，这边带一个。继续压制，哎，跑过来闪有点危险啊。对，不过现在看起来阿壮很有力。就刚刚的那个状况，荡身到你，就算你毕竟后闪，你宁愿挡，你也不要后闪。小心。好，这样的话，哎呀，有点掉这个阿巴雷，这个有点危险哦，我被中一个连招直接死哦。对。哇，这个阿壮选择拼了。哦，这真的是拼了啊、哦。对，那两边都来到赛点。都还有机会。阿壮选择后跳，哇，先瞬移，先跑。再瞬移，对，这个其实也不是很好追。对，然后先刮血，刮点点血出来。对，然后正的再刮，一直刮，一直刮，然后后跳。哦，不过大叔粘到了，粘到了，那就换大叔回合。解摔，三下而已。好漂亮的对策，有对策带好，终于等到了。好，没防空，太多次了、哦。这好像可以炸机，安全跳一样，不是很确定。要哇，撞到了有点衰。然后再又跑到场中哦。然后两边都有资源。哇，被等到了。阿壮这个等漂亮。大叔有点危险。哇，技工哇在磨鞋，选择继续磨，但是哦这个会不会带大绝呢？啊，选择先抢血，对，这个抢下去可能一个指令头就死了，看看可以打多少血，很刺激哦。看阿壮最后怎么选啊？哎，差蛮多的，哎，这张换的还好，那还可以再忍一下。哇，没发现。好，那我们恭喜阿壮晋级。我大壮哥，今天最精彩的拉锯战比赛。对。对。来，贪吃灯糖分。我们狗那个早就该提防了啦，早就该提防了，好不好？阿壮很开心的说，他是看到指令头才跳，对，他说看到了，对，看到了，看到了。没有，那个指令头打到也不会死啊。那个我们刚刚讲话讲很小声哦，而且他们都有戴耳机哦。对，他们都戴耳机。哦。不
过今天最精彩的、最拉锯战争是今天这场哦。对啊，对，蛮刺激的。好球，你还敢讲他妈的？你在比赛就你最大声，他妈的。对。然后对面都被你奶死了，让你奶到八强去了。其实我今天也是，刚刚那场我也是比较看好，看好大叔啊。嗯，应该就是好球害的、哦。好，那我们现在这场比赛是贪吃打糖分。四按钮吗？好，那四按钮，先四按钮。Believe in victory. Battle one. Engage. 你要看右路怎么输。我们 ET 大表哥说想看一下右路怎么输。哦，所以啊，等一下再去吃饭这样。哇，今天连那个店长都想要看右路怎么输。Charlotte Matera。好，贪吃选的是豆丁，没有变，糖分一样是他的宫女。对，我们现在 ET 也在后面看比赛哦。人家老板那个 FB 时速有压力啊，哦，所以晚上也要开个直播这样。好，现在比赛开始。比赛开始，开场先摔，第二次没摔到。我不过现在是糖分状况那个情况很好啊，可惜这个是想要防hold吗？跑过去就被摔了。哦，被贪吃摔。对，不过被压到角落，这有点危险。这边宫女打豆丁，宫女打豆丁这一版其实还蛮算可以打的、啊，对。就是宫女打豆丁其实不错，对决。哦，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可能豆丁压进来进就把宫女压爆，但其实豆丁，豆丁的正招只有二 L， 对。然后加上豆丁二 A 四 L， 没有像打菲利亚哈梅没底的、啊，所以被推开来以后，其实豆丁还是不好进去。那加上豆丁的撞，因为宫女的那个力就是没有被打判定哦，所以其实也没那么容易进来。对啊，刚刚蝴蝶没打到，我们要去这边贪吃先接一个 combo。对，还有 combo 接近三分之一啊。好，哦，白鬼自己跳进去。那这边其实我这个弄完以后撞完其实就没东西了。对，而且你看撞是会被射掉，这跟对这跟菲利不一样。对。好，魔鞋。感觉唐芬打得非常的对，唐芬可能比较冷静哦。他刚输，他刚应该是输那个嘛，对，输贪吃嘛。看一下，没有，唐芬是输优的，输优了。对，他说现在看起来就是觉得唐芬因为比赛打了好几场，现在比较冷静哦。对，现在贪吃这边落后有点着急。哦，漂亮的力回把贪吃打死哦。好，唐芬先拿一个胜场。唐芬主要都走偏立回派的，不过宫女就是给人家伤害来源，其实大部分也是那个也是立回了。虽然他的得到那个火力很高，但是实际上那个要折到人其实蛮难的。哇，这个有点衰哦，这个 combo。对，有蝴蝶的时候，其实场中破坏力就很大了。对。呀，贪吃似乎有点危机，看来要稍微好好想一下。其实刚刚在巡。哦，刚刚中间的时候可能要稍微休息一下，因为这场输了在里面打。我刚刚贪吃摔就得逞了，就是反摔到脚那个在前场，哇，漂亮的骗到了，骗摔。哦，糖分赛点，那、啊、是不是给下课上了？啊，贪吃可能要加油一下，稍微想一下对策哦。看这场贪吃可不可以稳下来？哦，全是大跳，哇，解摔。先想办法压到角落，然后乱撞，又撞，
哇，这个轻功很凶，再接。好，被两次直接摔，后羿先进去哦。唐奋防守坚强，对。所以唐奋这边还是打得非常就是很稳啊。哦，漂亮的跳进去，完全跳入了。哇，这个这样子的话，唐奋有点危险，不好选择盖头。我们唐奋选择稳稳的，不想被白鬼摔哦。啊，可惜没举到。那白鬼摔直接回家啊、哦。对，直接回家。唐奋有反应到，但是那个。这是算是宫女很难的一个点啊，就是宫女的对攻其实就是各个点要怎么举，蛮难判断的、哦。好，还是唐奋赛点哈、哦，但是这边要赢就是这场要想办法赢回来。哦、漂亮却反啊，可惜太远。对，漂亮啊，可惜按慢了。按慢了，因为他刚刚如果按轻的也有可能会被 push。对，哦，这个是。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先讲一下，宫女其实她最初解出来，她按二摁，基本上大部分角度没有办法按赢她啊。对，啊，这个好像带走喽，带走了，对，带走了。还不错哈、哦，有立刻稍微想一下，一个改那个攻击的方式，对，有改对策哦。来一比一，宫女的二摁其实判定很强。在我最初解摔完以后，其实他按二人大部分角度都不会赢他，那个跑过去跟或者按招都不会赢。哇，这连段很痛哦。断，虽然后面有补正，但是啊可惜。还打五分之四，不过这边变看似先拉回来一下。哇，这个骗到摔了。骗到摔。接下来。然后豆丁又跳下来非常快。对。所以他的 combo 很稳。好，漂亮解摔，就像对方这样子哦。对。最初解摔完按二人，然后四一流，要打到吗？打到，不过没有锁定，还有机会。哇，这个也是豆丁强的地方、哦，二流很远，然后这把要改成就是二流两下是变连续防御。而现在是反而是来到参次的赛点哦。好，前次那不过唐飞还是有机会哦。对。我又跳进去了。哇，这连段很痛哦，那个宫女的血很少。哦、漂亮的举到，不准你出角落啊！不过是我自己挑的角落、啊，自己挑进角落。不过旁边有机会，对，想要把距离拉远。漂亮，后闪有抓到后闪，不太适合在这个时候。哇，可惜蝴蝶还没下来。哇，又解摔，啊、又解摔了，带走了吗？带走。等下最后好像没有连断。结束了，然后贪吃坐着。对，不过唐奋打得很漂亮哦，有拿到一场。漂亮，唐奋打。壮哥打贪吃。那看得出来，唐奋其实已经不是什么很像新手玩家哦。就是有些判断都做得蛮好的，对。没关系，你先再来一次，我们可以动吗？你们可以动吗？可以动吗？都可以动啊。我们要先串流。哎、欸，那个唐飞，你用手把嘛，对不对？你帮我登那一台，对，你有登嘛？好好好，那没事。那我们这边也是先设按钮。今天的唐奋跟海豹大师都表现得很好，所以他们最后都输三支哦。我打内容来说都蛮漂亮的。好，那看到底谁可以把欧洲贪吃杀掉？听说他最近很欧洲。不过其实像。我办那么多场战绩，各种格斗游戏项目下来以后，我就会发现，就是各个社群在用大摇跟手把的选择哦，真的是都不太一样。是哦，啊 ，GBS 你看一下怎样 ？GBS 看起来其实用手把玩也是 OK， 然后因为操作简单嘛，操作简单，对，它指令比较简单。对，然后像比如说像生死格斗玩家就70-80%都是用手把，对，因为他还没有带，他是没有现在。大台比较少是不是，他接机很少，对，接机非常少，哦，就只早期有而已，然后来几乎都没了。其实认真来讲，《君越》这游戏用手把玩其实是很容易玩的，所以有很多
本来用大摇的玩家，他们也是改成手把。对对 对, 對。因为手把的反应速度跟操作来讲也是蛮有优势的，在这游戏来讲。这第四名吗？对。好，那我们现在决定第四名哦。打完以后就是胜部冠军跟 对，等一下下一场就要进行胜部冠军赛，是好，那这一场是第四名决定战，对，好，那赢的人就可以打败部冠军哦，对。好，比赛开始哦。这个对决在这一版就是比较算比较少见的对决。这边就是阿哇，两次轰，哇，这阿东是直接用转的，啊，把阿当压成坏死狼在用，对，他先转一次，再转一次，哇，漂亮的当身，当身漂亮啊，哇，这个看不出来，很难看出来哪一边哦，对，哇，阿东蹲着，所以他想要举二举哦，好呢，弹子很凶，哦，出去了，这个弹子在等哦，对，这个其实好，这一版其实顺移像是卡罗或是像是那个巴布的瞬移其实都没那么好反应却反倒，而且你太早按也不行，对，他会打前面不会打后面，是，好，那现在弹子大幅领先，加上现在又有46撞的那个 CD 时间了，那个也结束了，哦，漂亮的跳进去，巴布看看气功都打不到，因为豆丁太矮了，是，来1-0，啊，漂亮举到哈，阿壮好反应。我看日本那边举完刚刚的 combo， 最后是用神龙结尾。神龙结尾也可以，不过刚刚因为没有，可能阿壮不想要耗掉吧，可能他判断距离比较远。啊，这边斗地，感觉应该是算蛮好进去的。可是阿壮是想要保持一个距离。是因为其实斗地招式距离没有很长哦。那阿壮选择安全魔血的判断比较多。好，这次有抓到瞬移了哈。好，把你刷出去。好，那刚刚弹走后走，哦，漂亮。好，有反应到，哦。有反应到，哦。好，那阿壮有机会吗？哇，哎，这个空中没有出招有点衰哦，直接被撞到。有点倒霉啊，哦。好，那现在是弹是一个胜场。对，弹是一个胜场。哦，改变轨道很漂亮哦，这个刚他撞选择2-1-4M，发射比较慢，我就把他撞飞，判定有硬。那就算那个东西挡到也是正的。这个摔有点太急，我就，哎呀，我还是想要解摔。哇，想要骗我这个气势哦，这弹子得意技。对，气势来了就是一直不正切。太矮了，太矮了，太矮了。哇，这个四六撞，然后被气功打掉，哇，可惜没有举。哦，又出去了，然后被等到，摊子等得很好。其实上一场一开始的时候就要大概知道，因为他保持把你压在角落的时候，他就没有特别想要做进攻，就是在等你瞬移出来。是，不过现在摊子可能也是等机会撞到就赢了啊。刚讲完，真的，真的。对，看起来就是你不顺应我，我就撞你。对，好，那现在是贪吃赛点。没办法，这二 D 的二七不会有没角落这种事情啊。啊，没有，不过 GG 星座好像要做的就是墙壁会被握掉，对，然后到时候又没角落了。对，好，这个也是白鬼很强的地方，哦，M 派生你就算挡住他还是正的。啊，这一个提早当身，哇，这个弹子打出气势了，其实我觉得比较好的解法还是跳起来撞下去的会比较好的。对啊，不过弹子有在等，然后刚好讲完，他等到距离外，对，哇，没，哎，这没带大绝，不过这样的话就，哇，这个想要解摔，哇，那阿壮选择不抢血，他选择先。持续压制哦，
哇，这撞完真的还是有机会，两边都还有机会。哎呀，啊，可惜太远了，太远了。好，那阿壮 CD 都满了，哇，砸掉，还有机会吗？哇，三下，哇，这样，哇，这样的话，阿壮起死回生。都还有机会啊，是，不过现在还是依然是贪这个赛点哦。好，可惜没有确认到。哇，现在开始一直刮，刮，哇，这个也是，哦，漂亮的插盒，好，这个插盒漂亮，对，有在等了。这个有点闪的太少了，而且就算闪的对的话，他摆不下还是他先动，对，他先动。其实这个状况闪没有什么好处啊。好，这个打到后闪。这个巴波的进攻是给机器的，好，正的，正的就是我巴布都是正招，好漂亮，这个出其不意，不过刚才 CD 啊，哎，又打到，好，挡住了，那暂时解脱危机啊，可惜没有举，不过但是也没有出招，是怕被 counter 吗？啊，举到了，哇，这个二 H 没出来，有点可惜哦，不过刚刚太高了，如果没有 counter， 哎，带走了啊，大局没出来。哇，这个一阵混乱哦。好，正的。然后刚刚有点可惜哦。对，阿庄又丢气功。哇，这磨到见底了、哦。那，哎呀，开始乱动啊。这个是想要靠大绝。想要大绝或是 hold 吧，基本上那个东西是不能后闪哦。就是二 H 的话是可以前闪，但是二 L 的话你前闪会中哦。好，先撞到角落去。啊，不管你是先后升龙，这游戏有没有升龙其实差很多。对，升龙算是一个人权指标。哇，砍到脚，再升龙一次。对，不管你。对，先模拟血啊，你如果中的话你就飞出去，然后再丢你气功。哇，这个没举到，哇，这冲出去的时候没有反应到举哦。好，那现在两边也是一来一往。这个有应该阿庄应该刚刚真的是按解摔了。对，那哇，这个被抓应该死哦。对，百鬼摔没有补正，百鬼摔非常痛。对，那种情况，最好的方法是要提早举。对，提早举。不过阿庄不过八步没有很难举啊，因为最差还是可以把它 hold 掉。对对。当然，除非要大回馈才用二九烈去举。好，贪吃的赛点。好漂亮，又等到了，好插盒。好，贪吃摔。有点不利啊，但是这边先 hold 再说，插一个神龙啊，阿庄敢 hold， 不过今天 hold 到的那个比例都很高、哦。对，好刮脚，反正有 hold 到就是确认啊。对，有 hold 到就是好。对，阿庄今天确认很准哦。对，哇，撞到撞飞了，啊，还很难说。這個、哇，这真的想要乱动，哇，这个前闪，这个不能前闪哦。这还很难说。哇，不过现在阿壮取得优势，一战难讲哦。不过阿壮又撞又出去了，哇，刚刚有点危险哦，漂亮，强气摔。哇，刚刚好像匪流想按什么东西，哇，赛点。哎呀，真是打好打满啊，两位。匪流是不是想要抬大绝？他刚刚看现场看他按很大力哦，对，应该是想要抬大绝哦。哇，结巴出来了，他的永远的对手。有点太贪心了，刚刚两下就要结了。好，那去摔。对，还有优势。哇，这个就很强哦，这个不管，这个先踢 counter 就会把你踢飞。哎呀，欸、打到了。好，先带连段。先带先强血升龙。这个，哇，这个阿忠还敢站起来挡，也是很有勇气哦，漂亮。不过应该还没死了，剩一点点。啊，死了。哇，够劲。刚刚血不够了。好，那我们恭喜贪吃。恭喜贪吃后的行动电源。好，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开始进行。好，那我们现在是前三强的部分。前三强是Yoro 打魔王哦。对。Yoro 打魔王，啊，一二 P 两季猜拳。哦，猜拳。然后这是抢三哦。这边开始抢三哦。这边开始抢三。
然后先测按钮吗？然后先测按钮吗？先测按钮。哦，要试按钮，好，那两边先试按钮。好的话跟我们讲一下。不知道结果会跟昨天一样呢，还是魔王会上演一个复仇战呢？不过魔王如果被打到败部，他会很麻烦，因为他的角色打豆丁很不好打。嗯，对。虽然他刚刚是赢了弹子，而且赢得蛮稳定的。对。好，那两边开始进行准遥感争霸战。啊，两边试一下按钮哈，然后等一下准备开始哈，大家稍等一下。对。我两边，我记得昨天互换位置了，昨天好像是又做二 P。好，现在试按钮，那可以看到两边两个人后面，其实今天来人蛮多的。对对。他妈的，为什么每次试按钮都要选三傻、啊？是怎样？因为他要演一下，演一下，对，告诉肌肉是三傻玩家的。感应台嘛，我们算是感应台，可是我们是两边各一个萤幕啦、喔、啊，算是坐旁边，对不对？给妈逼 no des。还没设按钮吗？好，那现在比赛正式开始哦。嗯。那看魔王能不能稳定的对应 Yoro， 还是 Yoro 可以一次压进去哦？那刚刚两边其实都在对射上面都有做一步进一步的确认哦。好，这对决其实两边应该也是打蛮多次的啊，在不过最近他们两个都比较少玩。刚刚魔王选择用后手，对，因为他可能猜 Yoro 想要二 N 以后立 H 吧。哦哟，好、哦、漂亮，反应很快哦。不管你啊，直接升啊。那边应该是看到他看到想要踩头直接升哦，这个有点厉害。哇，这个有点衰。哦，魔王可能因为飞利奇比较少，应该被带走了。好，那杰巴的反应看起来跟昨天的阿胖有点像哦。好，来一比零。好，现在一比，先又拿一个灯。好，这一个很神奇的。哇，这个被反轰，不过因为已经用到 GG 了，所以就已经用到二三六 H， 所以没办法折什么东西。好，那又闪进去，哇，这压很凶。好，这个是魔王追速解哦，看得很准。我两边都打得很漂亮。选择直接。哇，这个被强解摔、哎、哇，这个摔呀、啊！哇，这个就是这一版比例强的地方哦，一比零。哦，不管你哦。看到狙击我都发气功，这一版也是菲利二院弱化的地方哦，因为这版二院就是硬直变长，对，好强气打回去，对，这是哇，这个也是对，然后又有强气吼回去哦，不想让魔王出角落，哇，做太早了，哇，漂亮的打康，哇，这个很厉害哦，这个用菲利可以用本体去打康，好，那魔王应该是防那个比例的彩头、哦，哇，猜到了，然后带走了、哦，因为可能怕又凹后就凹当身吧，刚刚那个状况。好，那今天优柔气势很好，会延续昨天的胜场吗？哇，是想要当身，他刚想要当身，但是frame数不够、哦，好，那优柔逃走了。哇，今天优柔很会猜魔王的动作，对。点滴摔，那魔王是把他 hold 掉，对。啊，
魔王还是很冷静哦，就不会因为被摔或是被防什么东西，然后就失去自己的判断。哇，这个又彩头闪很准哦。哇，这有点衰，被猎区第二段打到。哇，这样子要去喽，这样子最后真是折。优柔会选择折什么呢？哇，很直接。啊，那现在是2-0。看魔阿包稍微等一下，思考一下，还是哦，魔王选择直接再战。我觉得魔王心里一定要讲说，干他妈这表示做坏了。不过还是蛮期待魔王可以翻盘啊，可惜魔王按猎取。最后这边很快打一套 combo， 魔王这边剩下的血量要配回来，可能需要花点时间。不过看起来魔王还是很冷静哦。对，但是又这边就是其实魔王最近玩比较少了，就可能一些对策上面会还需要一点时间适应哦。那看魔王剩下接下来这几场有没有办法翻回来。那个魔王是爆四个项目，他还有爆 KO 一个四个，这个当真当到了。哇，这好像被魔死。好，那哇可惜、啊，可惜。好，那又赛点，又赛点。那还说不是靠角色啊？哇，被等到了、啊！糟糕，这个进角落就很危险、哦。今天优柔很强哦，今天强势。对，那他对应做很好。这个、哇，中段打到摔。哇，这个带大绝，血量没有锁定到，指定头。好，那我们恭喜，啊、恭喜魔王，不，恭喜优柔，胜负冠军。那接下来就是魔王跟贪吃打败部哦。对。对，我不行了，我比烈不行了，两个月没玩了。现在优柔最强比烈，靠魔王贪吃了。结果靠什么？靠 ET 的神水是？果然是靠 ET 的神水加持啊、哦！现场 ET 给了，刚好给优柔神水。啊，我讲错了吗？没有，我说魔王有机会，还有机会翻盘啊，还有机会翻盘啊。对啊，刚刚没注意到，可能讲错。刚刚是让你啊，等一下我打个。对啊，打个六胜。说不定魔王想要比较戏剧性啊。对，要先打豆丁那种很艰难的对决。要演一下，演一下、啊。嗯。是按钮吗？直接开始，好。啊，两边直接开始哦。Believe in victory. Battle one. Engage. 好，不过魔王打豆丁也，打三次也很难说谁会谁赢谁输哦。他到了，哇，这个抓的有点早、啊。好，会多。好漂亮，三次挡住了。这个是有挡住了。啊，不过两边血量还是很接近哦。一个白鬼下段。扫倒，哦，先防对手可能想要跳或是想要前闪哦。又撞到、哦，这个撞真的是。有的时候非常容易就不小心撞起来。哇，擦，这版的强化点，好拉回来生死折，哎、欸、啊，刚刚没按出来。
好，这个冷静的对空，丢球想要磨鞋。哇，这个按慢了，这个有点可惜哦。可惜啊。对，这个应该这个真的按慢了。哇，这样有点危险哦。真的很亏。哇，这被猜到了。被猜到哦。还是忍不住想跳哦。对。这是被魔王当肉 complete。这个有点熟人对策哦。对。刚刚摔的时间太早了，看起来是一起跳就被摔哦。对。好，这版的强化点236H挡住正的，插到。好，那豆丁要怎么进去呢？现在46H在 CD， 我选择白鬼进去，好漂亮，好确认。管理哦，两边。不过这个啊，漂亮的、冷静的出去了。对啊，可惜这边还是应该按二一四 L， 因为打菲利奇是你按二一四 L， 你之后你的主动权还在豆丁身上哦。这其实不用 TC 按完，对，不用省哦。那个对。对，就是主动权，你看菲利也不敢动哦，因为菲利可能会空间。啊，可惜这判断，这个可惜啊，对，两边都很紧张。主要看起来宽之似乎是想要拔刀，不过这个不能四六撞哦，这个撞了以后会直接被 hold 掉。好，啊，果然是被等哦。魔王这个好反应，对。好，魔王先取得一胜。Believe in victory. Battle one.好乱动，我觉得魔王他在取消那个214的那个时间点真的蛮妙的，就是突然会让人家想动，对，他都经验丰富，对，哇，这个想要跳就被拉到，然后不过因为菲利泽豆丁没有很好折，所以他选魔王选择不要拉回来，然后直接强先强行猜，给你猜，我直接给你猜，对，我要投，对。好，那这样魔王这个大局有点亏、哦。哇，这个挡得很好、哦。好，那时间到，残月结束。不过现在还是菲利奇让领先，我撞到角落，会不会 hold？ 不 hold。这个奇香，这个其实应该要取消了。这个应该是要取消。对，这个没不取消没什么意思。不取消自己不利的。对啊，你不取消，你突被推距离其实还是一样远的、啊。老实讲，哇，想要乱动。乱动，糟糕。王一个灯。这版跳起来，这版可能不知道他不知道出什么东西。好，鞭子用掉，等八秒。好，拖时间，拖时间。哎，五 U 真的是很好拖时间用的哦。对啊，那个还可以顺便磨血。要继续。再叫。哇，被跳进来了，这个。打背。对，豆丁跳低哦，将刚二 N， 刚二 N 硬值被改大了。魔王不管你哦，直接升龙掉。想办法要逃出角落吗？哇，这个举太慢，太慢了，太慢。不过魔王没有带球，可能觉得太远。哇，这好像死了，死了。好，那现在魔王2-0，看来不是角色说坏，是魔王做坏了。魔王做坏了。啊，可惜又没有确反哦，这个也是蛮可惜的。刚刚的距离是可以远按确反哦。哇，现在有点魔王打什么有什么这样子，不太妙。哇，这应该想要跳就被打了。对，想要跳。哎呀，后面没接到，豆丁太小只。连残月时间剩下不多。嗯，不过豆，我因为菲利的后还在哦，所以。北流这个距离也不太敢
也不太敢贸然的自流转。不过现在，哇，这个被轰，刚讲完，对，这个太有点太甜了哦。你那个距离一定是被，一定是会被轰。那个，大家讲一下，这是赞助的大窑啊，价值是6990哦。哦，而且我们还有客制化，哦，客制化内容大概1000块左右，所以大概价值8000块的大窑。而且，哦，他拿多少拿两只，他真的如果都拿去卖的话，可以卖到10000六。对，而且我刚刚有听他们讲哦，就听到昨天有听他们讲，就凯特摇杆现在是颜值最低的摇杆哦。哦，颜值最低的摇杆。是，那我真的有问他们。而且又可以掀盖，旁边又可以自己客制化。对，啊 ，RGB LED， 大家昨天有看魔王在用，或是看通明在用，都有看到。我这边可以留一个，挡得住吗？哇，来不及，被等了。对，魔王先啊，可惜连个失误。哇，今天大家失误都有点多。啊，有机会，还有机会哈。其实应该是大家平常比较少打线下了，那个 delay 零跟 delay 二、delay 一还是有差，那个按照节奏。好，这个带大局应该带走了。当啊，说不定看起来贪吃现在有稳住哦。啊，贪吃也是很想要要很想要大摇啊。啊，不过这边这个开场白鬼哦，那魔王是有在等。喷中断吗？哦，等着挡好，啊，冷静哦，再拉一次。正确。哇，这样的话就一定要挡啊！可惜，魔王是想要按下段吗？他变成利刃。好，空中撞。因为今天魔王的操作失误有点多哈。对。对他今天失误真的蛮多的。我刚刚在现场看他打，刚看他打优柔也是好像失误蛮多的。哦，漂亮撞到啊！可惜连段掉。今天的两边。好。好，那这样的话带走了。好，那我们恭喜贪吃拿回一灯，拿回一层。这就撞倒。哇，这个很多人都会忘记哦，这个东西就是236H挡到整的，是飞机是整的。来，给刘星要打出一波士气，假如打出一波气势出来哦，我被魔王压到角落，哎，哇，被跳出去有点衰哦。这边应该是直接带走了。哇，那看起来北流有 he bus 吗？他可以改哦，都可以改，都可以改哦。北流不甘于只拿到一个行动电源，联络，他要更多。哇，这个衰被 hold 掉了。哇，那个神龙有点衰哦，暗神龙啊！好，那现在匪流积极进攻哦。魔王刚刚应该是一个失误操作。对，不过其实这些都前斩那个应该都要直接确反的，啊，这样子跑过去其实没什么，啊，有点 对，有点可惜，因为他对方已经在墙角了。你刚刚确反其实是打个3-4个。这个跳叉康道接 combo， 中断。好，魔王带连断，这样子应该剩一毛吧？拿手好戏出来了哈。啊，都盯太小只，后面combo接不到。会白鬼进去吗？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四六了，还是要等机会。哇，这个白鬼被打掉了。刚讲完。不过现在匪流还有机会。这考验玩家现场的应变能力哦。啊，进不去。那来到魔王赛点。魔王赛点。查到可以连断，刚刚蹲姿那个角度也很好。哇，这个匪流是想要前闪吗？哇，直接被打，喔。其实有时候你面对飞地的那些球，千万不要太有压力啊。对，千万不要太想要去突破。哇，这个魔王看得很准哦，对方一挑就把他直接打掉了。好，那还有机会。哇，这撞到还有机会，有机会，机会，有机会，机会，机会。好，看是摔。哇，这个其实真的应该按二一四啊，这个都不按蛮可惜。好，魔王前置，不过，哦，我觉得魔王在等对空哦。
打到了魔王，好确认。好，那我们恭喜魔王败部冠军。阿壮刚才说不错，你还有东西，因为阿壮第四名什么都没有。好，那我们现在是总冠军赛吼。我又打你啊，让一下。Character select。两边要测按钮吗？应该不用。不用吗？好，那直接打哦，直接打比赛。好。那我们冠军赛开始之前，大家讲一下，我们这次冠军可以拿到由凯提特赞助的电竞格斗摇杆客制化版本，第二名可以拿到由我们高北雄赞助的 Gamer Finger 按键组，然后第三名可以拿到学电赞助的行动电源。啊、哦，好，我现在打 Grand Final， 大家帮他鼓掌一下啊、哦！看有没有改变策略哦，我、哦、漂亮的确认 counter， 哇，优柔还是一样强劲哦，直接选择二楼点回去，好、哦、漂亮，好确认，我还确认 counter， 刚刚二楼原二楼是只有 counter 才可以接哦，好，那先推远，哇，这个可惜哦，因为哎、欸、有确哦，这个有确反到。这也是算是打比例的对策，应该带走。哎、欸，没有，魔王选择安定一点，然后丢自己。哇，有等，哇，这个也是好对策。魔王看起来改变了很多，那个对策可能身体记忆回来了。傻傻，你以为我没对策吗？啊，魔王要还刚刚可能在暖机，哇，这个很痛哦。刚刚三场是让你的，你知道吗？对，他要让戏剧化一点。哎、欸，戏剧化一点啊、哦！刚刚三场让你。对，让大家看比赛可以看久一点的。对，啊，比赛可以看久一点，公开处刑。连赢你六场。哇，这个摔，其实那个是不利、其实那个是比例，其实那是五波了。五波。对，那五波了。对。哇，又要被带走了吗？哇，又怎么办？要被先被哇出去。想要偷跑、哦、被发现。好，那魔王拿到第一场，现在就要看又怎么改变对策。对，魔王突然又会了、哦。好，那又冷静一下。不过现在又还是手上有拿着胜部冠军的优势。哦，选择。还在偷笑啊！两边会演哦。他说：“哎、欸，你下载好，我这是 UO 的UO 的鱼鱼吗？竟然换了他很久很久没有开的三傻。完全因为如果这场再输，他还可以再换回来。对，他可以再换回一次。他想要趁乱打一，对，他想要趁乱打一波，这样开三傻，可能趁魔王对三傻印象很薄弱的时候。妈，全台湾几个人用三傻、啊？对，其实这也是不错的战略啦，因为现在毕竟有优势是优柔。对，我觉得就看考验魔王对这角色熟不熟。其实这对很有利啦，还是很有利。因为其实像魔王一定常常在打 range 的时候都是遇到日本，其实日本用三傻玩家还蛮多的。这一版比较少一点，上一版是真的很多。上一版比较多对。不过整体来讲，三傻没有强到说跟上一版差很多啊。不过魔王跳起来哦，魔王又今天又15，好漂亮，有当身压制，啊，又要折什么？我还防吼，防到要零折了吗？现在魔王不妙，好叫，哇，零折，然后要开战车了吗？战车，哦，这是线下哦，这线下哦，看魔王反应哦，完了啊，差一点点，可惜。哇，这个已经表现很好，后面还拉回来，太夸张了，这个线下想要折磨中下都很难哦。
不过这边又被悠悠带到角落去了、哦。哇，这个防守坚强，哇，还换边，走得好。不要以为我看不到、啊，可惜没人断，还是太高一点哦。哦，确认 counter。不好意思哦，因为这个比赛太精彩了，刚刚看到有点分心哦，没更新到分数哦。然后两个打得太有趣了，哇，一次擦掉两只。好，那又怎么办？要当身吗？哇，要被喷残虐了。哇，被喷中转。好，那还有一次。我吃一下好。哇，这个两边都很猜哦，因为魔王不想要被当身哦，那跳被当身哦，然后又等第二下再当。我知道你的心里在想什么。哇，这个幽冷不妙，要开女神了吗？好，小游戏，看魔王还记得多少。这个很久很久没有开了，我已经很久没看到这个画面了。岩浆啊，魔血球，魔血是最稳的哦，他不想后闪。哇，被炸到了！哇，这样的话要被叫哦，被叫飞弹。哇，哎呦，这样，哦，这线下，这线下，好，二比零。其实刚刚那个情况下，魔王是真的猜到又要当神。对。其实打点够低跳回去是可以那个啦，可以闪掉的、欸，但是因为很少看人家那样用了。又说没关系，我还有筹码可以再玩一场。他可以再玩一场，因为我也很懂得炒热气氛。哇，这个不错不错不错，哇，又零折，真的坏。好，这个这一版的你算弱化点吧，会人会跑出来的。哎、欸，你没神龙哦。啊！可是后面啊，不过刚刚没接好，那个魔王连段选错了。应该、嗯。哎呀！啊，因为不会成段，所以他选择用对对对，他选择用打，他选择不正切。好，最后一次要不要要指令头？没有要当身？没有，我、猜错了。这个哇，这可能那个打点不好了。哇，这个女神，然后飘上去，会被石头吗？不会。好，魔王开始小游戏，小游戏时间。我好像被磨很多血哦，哇，这个要死了啊！这没办法，对 对，这没办法。而且魔王红选择拉，选择泰山哦，然后荡出去。对。哇，够远，拉回来，要荡身吗？魔王不会折，魔王还是选择安全一点哦。毕竟啊，可惜，毕竟推远还是哦，还是那个菲利的。优势哦，好拉边打掉，又要跳吗？刚讲完，好，这个距离两边有点五五波状态，哦，漂亮，骗到当身，好，这样的话有点危险，哎、哦，又想要硬按，他可能猜魔王想要摔他吧，可是魔王这样打得很安定啊，因为他知道就是你就算是我把你推开，基本上就是我有力这样，啊，可惜没伤好，好投补，好投补投补。妨碍多吃一点，投补。那优柔可能，这样的话优柔有机会拿下这一场哦。优柔应该是要开战车了，猜错。好漂亮，优柔拿下一层，漂亮。他猜最后魔王可能是要凹后，或是凹那个，可能凹解放凹一把，因为刚刚那个状况是零折了。后闪其实很难赢。哇，这个拆魔王按就被电到了，那就要再拆一次了。哇，优柔选拆中那个魔王喷中段。好，魔王压角落。好摔，哇又被拆到了。不过这样子有点太早了。对，优柔要跳吗？不跳，优柔选择挡好。不过优柔可能会凹逆二者哦，他因为三傻，对，刚讲完三傻在角落，如果有打到康的话，那个叫两只出来，那个可以打连段，那个还蛮痛的，有机会直接逆转。这边直接带球，应该带走了，应该是直接带走了。现在魔王的 reset 的赛点，好，两边都会进行力回牵制。那优柔选择，漂亮，像雀板哦，像刚刚就是他匪流打魔王很可惜，就是那个距离其实都可以雀板，就他没雀板。好，闪两次零折，不过优柔看很准哦，他看到你闪他就摔你，再摔。再摔。魔王
这一场。哦，这正的，哎、欸，猛将按回去，可能又想要防后吧。刚刚后摔完那个214L 是挡住的话是三闪先动，被抓到，抓到后闪时间。啊，两边各一个灯。林哲太术语了，我们都叫做不用者啦。不用者都不可防都可以啦，你懂就好，知道他讲什么就好了。没错，不是很重要。听不懂还跟我讲？对，听不懂再跟你们讲啊。哎、欸，好漂亮！好，那这样的话，三傻压角落是很强的哦，对方会有压力哦。对。哇，这个按回去，这个很敢哦。锻炼按回去。对，魔王拼招拼得很准。我们还是先把右推走。好，战车跳走吗？出来。打下，哇，这个有，对，这一版其实在改强。不管你。好，然后再叫人。然后中断。林哲，不过其实好像没林哲，就是时间，主要是时间上不好打。好，最后一次。然后血量有点危险。哇，漂亮，好确认。好，再要 reset。好，直接 reset 了。啊，可惜。好，那接下来就是 reset。等一下又有输了就有理由了。对，但我相信又应该会比例啊。我不在演了。是前面三场选三傻让你的、啊。对他不让了。等一下不让啊。对，今天的佛利扎就是比例，就是 Euro。啊，服务时间结束了。到底今天的魔王会不会变悟空？就看这三场哦。好啦，又换回比列。对啊，他刚刚吕赛，他刚刚有服务精神了。好想把 Yolo 口罩戴好。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戴眼镜的玩家，他们戴口罩在打的时候，很容易眼睛会起雾。所以他们通常会把口罩稍微往下拉，对，会调到自己比较方便的位置。对对 对，这也比较没办法的事情。我又就是在两场三傻当中，欸、可惜边打边思考，等一下我的比例要怎么打？对他可能也在抓魔王习惯，对 对, 對。然后也顺便用三傻干扰一下魔王，对，因为毕竟他第一场就输我，我觉得他想要先再试一下。哇，这个应该死了，对，对，死了，带走。其实虽然说看姐在线下可以做，但是因为摔跟盖中端那个光是很像的哦，所以只要一不留神，你还是可能应劫的时候被那个中段打到，就像魔王他们也是，就是很强的玩家也是一样会中，对。但是要开照看配招，就是像优柔刚刚配招配很好。我真的觉得秦月阳这一招真的是做光，妈挡住又没血反，这个然后距离又很好抓。这个游戏就这样嘛，对不对？就像有人讲说那个为什么？因为角色那个什么途径就把他打飞，可是为什么蓝斯的66 HP 就是把要打飞动作都要垂直飞起来的？这两下下来打点滴。好，那魔王可以接折最后一次。那又会凹什么？不凹哦，又凹。乖乖挡。哦，挡好可哇，这个真的很坏吼，这个东西应该是猜魔王要挑中段。对，这个没办法，这个不管你反应多好，这个东西就是50-50哦。对，这个你线上线下都一样哦，挡不住东西就挡不住。哦，不过Euro还是蛮冷静的哦。来，折。哦，挡好。神龙被发现了。好，那这样有点不利哦。小惩罚。对，这样子有点不利哦。对。好、哎，举得漂亮。那魔王可不可以保持优势、哦？不过Euro很敢冲吼，因为毕竟你场中被扛到你哦，漂亮。魔王拿一场，这个、出其不意的帅、啊。对，因为毕竟你场中你没有拉边的情况下，你被扛到也没办法干嘛。这一版如果又没有红血的话，其实菲利打那个比列中场其实没有那么有优势。哦，魔王牵制黄边，他是不是？对，就是这版虽然说没优势没有，但是怎么讲立回来讲话，就是暗招还是
还是菲力，算是非效力了，老实讲。我猜到，原本以为他会用往前闪哦，这样自己逃出很多。对，而且我觉得，对，可能魔王对自己现在按照抓到右节奏有自信哦。哇，这可惜没确认，就刚康成那个必康哦，啊，魔王选择魔血。被压了。其实刚如果要稳一点是要出去了，但魔王还是选择漂亮。这个哇，这个完全抓到右的习惯哦，这个有点不妙哦。对吧、啊？你看嘛，一般来讲，玩家打那个刚那个情况下，通常是二 ACL 玩会想要后闪，就是闪那个比例远一群哦。但魔王选择直接按回去，他猜右应该是要直接进攻啊。这个选择保留升龙的符号，等一下回合再接。好，那我战痛哦，战痛。右应该带大绝吗？对，带大绝。他想要先把魔王打到生死折的那个点，那个血量哦。然后我后面他慢慢的磨死你，不过这个血量要磨有点难。哇，魔王选一下，哇，魔王直接选他回去。哇，猜到了。这一个。哇，这个那魔王要防后吗？干。哦，选择球哇，这样的话很痛，啊、哇，刚好平掉，太可惜了。哇，这个又要想，哇，完了，死了，什么？啊、还没。可是，哇，变厚厚，怎么变厚厚？完了，现在魔王二比领先，哇，这样翻盘难哦。好，又有最后机会，他没换角色啊、哦。对，他没换角色，他没一个换角色，他不能换回三傻，然后故意说，我选三傻浪，不会，没有，换不到更强够角色，没有更强的角色，对啊，只能加强了。好，这个 counter， 哎，漂亮啊，可惜哦，魔王走出去很冷静哦，一般来讲，我选择走出去的人很少，魔王真的冷静。哇，这样子不太妙哦！哇，这個、来了，闪电五连鞭哦！哇，又被防到了！哇，进到魔王赛点！好，那魔王赛点哦，那看有没有办法突破魔王的。防守哦，尤尔开始想起来吗？飞要怎么打？其实，就是场中的话，其实那个比利利 H 其实还是蛮怕那个飞利的二 U 哦，而且两边其实打到回馈也不会说差太多。假设后面其实有折到的话，但是相对来讲，就算是比利打到连段，你后面还是只能打摔折。这个神龙的决策是非常的。想要把气势搬回来哦，但是可惜被魔王防了啊！漂亮，好有确认，那有机会哦，还有机会。我、哦、打到乱动，好，这个是魔王可能觉得又想要折其他东西，好，那個、又打到了生死折的血量。好，那個、这个血量被摔又死了、哦。哇，这个魔王还是坚决把它 hold 掉、哦，毕竟魔王现在掌握了场数那个胜场的优势哦。哇，漂亮！这个漂亮，好，被等到了。那我们恭喜魔王拿到这次 GBS 的冠军哈。魔王藏这一招藏了几场？藏了9场到10场吧。对，那我们好精彩的比赛哦！谢谢两位选手。好，我们又要进入我们的颁奖时间了、哦。来，大家稍等一下。
战绩第一次必然幻想比赛的赛事终于结束啊、哦！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季军，今天的季军是我们的贪吃，大家鼓掌一下啊、哦！好，那贪吃也是常去学店啊，哦，那我们由学店赞助的行动电源一颗。啊、阿壮帮我们拍照一下，哎、欸，你有没有带手机？哎、欸，哦，还是用你的，啊，用他，然后那个传群组就好了，哎、欸，好，来，谢谢。来第二名。怎么又第二名啊？干！那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按钮部分刚好他货还没有到，所以我会之后再补给你。然后我们就意识一下。然后按钮是由我们高北雄所赞助的 Gamer Finger 的按键。然后我要讲一下按键真的是非常好用啊！哦，那现场有谁在用的？我刚刚有看到，就你嘛，你也是用啊，对不对？又留一套可以备用，对不对？那按键真的是非常棒啊！哦，我自己也是在用。好、哦，那我们恭喜又是我们今天的亚军。好，那我们今天的冠军，哎、欸，那个自己再把自己的摇杆拿出来，好不好？我、哦、先讲一下，因为魔王去年他就拿了四魂小冠军，那我们四魂小冠军就有送凯迪特的摇杆，所以目前魔王等于是又再拿了一支摇杆，大家帮他鼓掌一下啊、哦！好，那我们今天这礼拜赛事就先这样结束了，然后我们下个礼拜六会同时两台播任天堂明星大乱斗跟地下降神马，在新北电竞中心，新北电竞基地。哦，地下降神是算是蛮新的一个项目，虽然这游戏已经出一阵子了，哦，可是这个比赛项目就是像去年本来 EBO 要比嘛，啊，今年本来 EBO 要比嘛，就 EBO 取消了嘛，那我们就来比赛看看，哦，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月下战争比赛，然后大乱斗部分大概有50几个人报名哦，所以那天比赛很激烈，哦，然后在下礼拜六呢，我们会在 DBJ 办四魂小跟 KOF 14的比赛，那 KOF 已经有要出15了嘛，哦，那 KOF 14比赛是最后一次哦，也请大家就是帮支持一下收看啊，哈、哦。好，那我们今天比赛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哦，谢谢。